的朋友今天吃这个奇异果，他们就是奇异果嘛，叫对，但是这不是台湾的，纽西兰，因为我找不到台湾的，嘿，很方便用这个，耶耶，就这样子了，哈哈哈，用这个匙羹，汤匙，对，哎，从前这些东西都是我太太弄给我，现在她手敏感，哈哈，就我弄给她吃，今天这个都是我弄给她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绿豆薏仁，对，但是他就不给我洗碗，哎，有时候哎，给我洗一洗也没关系啦。不要了，你不怕小强吗？我的意思是我来洗碗，然后我洗碗了，洗了，嘿嘿嘿，好了，祝你们平安喜乐，今晚吃什么？拜拜。